你看，我刚刚在那里啊，我刷了那个地铁票啊，我就是刷了一个地铁票，他不给我过，因为他那个保安他没看到我刷卡，他就说，他怎么说？我刚刚刷了这个地铁票，我跟你说，这个地铁票已经刷了，但是这个没事，这个男的，哎，这个男的就是这个男的。他说他没有看到我，他没有看到我刷卡。他说我要过半个小时，过十分钟才可以过。但是我的是月票啊，月票啊。你说，哎，你现在在浪费我的时间，对，我要打电话投诉你们，你浪费我的时间。为什么要 AT money？ Yes, that's what you pay for. 又不关我的事，我已经 pay 了，我已经过了。I'm trying to help you. I want to understand. 这不关我的事啊，不关我的事。That's what you pay for. That's what your card says. Look, swipe your card there. 但是我已经刷了，是他没看到。Check. 我已经刷了。He didn't do anything. He did not do anything to your card, man. 那有个毛病。He did not do anything to your card. You're just upset. 我刚刚在那里刷了卡。那个保安他没看到我刷卡，对，我的是月卡嘛，哎，我随时可以刷可以过的，你说对不对？哎，他说他没有看见你刷，他要看，为什么要他看见我刷呢？我的机器过了，这可以查得到的嘛？那你查嘛，他也是啊，现在要我，现在要我过十分钟，他说要给你 check， 那我就要给你看，现在要我过十分钟，那你看 No, wrong. Fix your card. The card. Yeah. Okay. 我已经刷过了嘛，那我现在肯定刷不过去了，我现在肯定不能过的。我这个是月票啊，月票啊。30-day unlimited just use. Yeah. 啊，现在在浪费我的时间啊，你为什么要我等十分钟呢？ Where did it come out? 那 That's us. $18.30. Okay.